大概刚刚就是 list view 跟那把同学好像都没有问题了。不过刚刚同学就是这样的，即时看一下，哎，也可以跑，但是奇怪，里面的东西就是没办法连接，就连不过去哈。那其实最大的原因是在这里啊，你就把它切回来哈，你可以发现哦，这个时候点一下，哎，奇怪，头跟身体跟脚哈，全部都分尸了，就分开来的，有没有发现？它不能像底下的 page 一点一下，它有个 page 整个的，它没有可以点 page， 也就是它全部分开了。意思就是说哈，你会发现呢，它头跟头的部分有 div， 一定会有结束了，那身体也有。头也有，但是哈、哦、，page 部分没有，有没有发现 page？ 所以你最简单的策略就是怎么样？你干脆直接复制一个尾巴的 ，Ctrl C， 贴到哪里呢？贴到底下来，然后 Enter 啦，把它分开来哈、哦。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，我只有加一个什么 div 哦，切回来这边看一下，你会发现呢，这个 page 就恢复了。好、哦，那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其实我也不知道哈，因为你们怎么做，所以有时候可能，因为也许你上面有加了什么东西啦，然后下面忘了给它加一个结束，它会变成它没有成对了哦。所以其实我发现哦，这个地方你们最容易发生的问题还是结构啦，所以哈，将来可能就是要稍微看一下头跟尾的关联性，这个头跟尾，头跟尾有没有？它一定是一对的，头跟尾啊，一定算下来一定就是。一定就是成一对的哈、哦，如果少一个呢都不行 ，OK， 少一个你就把它补上去就可以了。那它可能会产生的状况就是分开分尸，它没有办法点击，像这个就正常的。可是如果你 delete 掉其中一个的话，它一定就是什么分开来哦。所以刚刚同学一看就知道是这样的状况哈、哦。那这个状况哦，其实好像蛮多的，所以。我同学会问说为什么会这样，那、啊、其实我一看就知道、哦、大概会有这种状况，因为发生的次数太多了、哦、OK， 那这种状况你只要细心一点检查一下应该就 OK 了。所以请各位、哦、如果刚刚有因为好几个同学有同样的状况，你们检查一下看看 O 不 OK、哦、然后待会的话呢，我们就是把其他的东西也把它做出来，包含就是说里面的东西，然后每一个页面哈，里面要放什么东西，也许你就自己先加一下哈。来，画面先还给各位哈。那基本上呢，可以从那个其他的 camera 123里面去找答案哈。